每晚七点半夜灯初亮，我们才将忙碌收藏。大街和小巷饭菜的香，才是真的比心收藏每段爱的篇章。老板啊，我又给您看了间房子，在那个金陵十大旁，客源绝对有保证。嗯，什么价格？您放心，比上次那家还便宜600块，因为这个老板着急出手。嗯，不行，那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。那您预算多少啊？2000我还超出您预算啊。哎，跟那个比起来啊，嗯，得再便宜个2500或者2000左右吧。您再便宜2000，我能去哪儿找房子呀？林老板，哎，钱放桌子上了啊。哎，今天的汤稍咸了点儿，不过味道依旧好。嗯，对不住了。慢走，睡不住了，慢走啊。咸了，哎呀，也放多了，这谢老师的嘴真有水平。哎呀，这房子慢慢弄，那我真的。小倩，哎，弄瓶水来。啊。手一抖，盐放多了，就是那房子闹的。够吗？一瓶。什么活？啊，行。这个呀，加一瓢水，熬半个小时。好嘞，来客人就能用了。好，啊，那房子那事儿我得赶快解决了，要不出大事儿。您干什么去啊，老板？看房去，抓紧去看房。不是，那您走了，来客人怎么弄啊？调料怎么放啊？这不能弄好了吗？都，不弄好我能放心走啊？来客人，你把这些料一样样的加进去啊，汤，记住啊，嗯，半个小时。嗯，好，嗯。今天不是礼拜天，又不是礼拜六，不会来这么弄客人，自己学着弄，啊。这老头放个调料都放着。你怪我的错，要求也太多，可是我手中的钢板就那么几个，多想有好车，一
起唱着歌，让你可以感受到我爱你是死活。亲爱的跟我说，你要的幸福是什么？我的心花开。哎呀，不齐耶，老马耶，我刚才用余光看了一下你的，还有王大妈，你这步伐不对耶。不是先迈左脚吗？是先迈左脚，你看啊，我给你做一下示范啊，你看啊，迈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。啊！你干什么呀你啊？我是不是踩到您的狗了？你说呢？啊，太对不起，我过于专注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来，我们大家继续啊，迈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嘞，您先坐。哎呦，小伙子啊，你这汤溢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没看着，没看着。您先坐啊，老板。像你这样做汤，这汤能好喝吗？哎，您放心，要不咱们换一家吧。别，这汤肯定好喝。我刚刚是在弄调料啊，没看着。那个不好喝，我不收您钱。您稍等，汤马上来。好，抓紧啊。定好一个区域，不能占道。好哎，哎，您不是经常到物业去建议吗？您最好再建议一下，最好啊，在我们这里砌上一堵墙，或者拉上一道铁丝网。我敢保证，哎，我绝不会再踩到您的狗了。你无理取闹，吵闹扰乱邻里在先，此为失德。你对正常的意见胡搅蛮缠在后，此为失礼，既无德又无礼，夏虫不可一日冰。我们没什么可说的。哎，那也是要说的呀。我给您提个建议，您最好说点普通话，啊，这文绉绉的谁听得懂哎？心中无礼，就缺失文明，自然听不懂了。这谁听得懂啊？我懂啊，搞不清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那个打扰一下二位，你们觉得这汤的味道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嗯，还行。不错呀。嗯，那你们之前来过咱店吗？老店啊，当然吃过了。哦，我记得你之前的老板是个老头啊。啊，对，那是老板，今儿出去了。哦。嗯，你们觉得这个汤跟平时他熬的汤有什么区别吗？一样啊，汤是你熬的？不是，汤是老板熬的，但是料是我放的，这味道是我调。哦，没啥区别。那行，那二位吃着。哎，挺好的。嗯，好嘞，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您把这水池子一退呀，正好地也平了。你也穿就成了，再用水里这么一抹呀，就这么热的天呀，转天就干了。你到附近去转转啊，到哪儿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大这么便宜的地方了。你看怎么样？老婆娘，你这个地方不错呀，那就是味道大。味道，嘛味道？澡堂的味儿啊！嘿，我这开了十多年的澡堂了，有点味道还不正常吗？不是你这个味道啊，就是肥皂沫啊、消毒水啊，这味儿啊，进墙缝里去了。咱们这个地方湿度大，
经常反正下点雨啊，反正我这是吃的，这个杂味一没门子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子，我看您这样的哈，摊这店儿，您也不是做大餐的，干嘛那么讲究呢？哎，是吧？老伙计，你这话不对啊。那走走吧。我这不是开大餐的，就不用再讲究了，是吧？你是不是那个不是开大澡堂子就不讲究，所以看不下去了？是如我呀，老头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防住我了？这里屋啊，有个老灶台，你要烧煤火啊，烧木炭啊，都随你。然后啊，你要想明挡啊，这个墙可以敲了，里外合一，显得更宽敞。然后呢，这边啊还有三小间，堆堆杂物啊，睡睡觉啊。这么说吧，你要在这安个家，都没问题。哎，一个月5000。什么？这地方，我跟你说，我如果不是赶着回扬州，这地方1万2万一个月都打不住啊。5000，你白捡算了。5500，5500，行了，定。那你再去别处看看吧。哎，我那天我还瞒你有了哈，5500，行了，给我打电话，啊。对不起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好，我们跳我们的，2、3。喂，四，你姑娘怎么没来啊？亚楠没有去啊。我等了好久都没来。不对呀，我昨天跟她说的好好的呀。她就是没来，人家男孩都来了。老张，你别急啊。我能不急吗？我马上去找她。行，你赶紧去找她吧啊。你好，我来晚，丫头。好的，好的，这就来。哎，您慢用。啊，谢谢。老板娘。哎。您是不是苏北凤山人呢？是的呀，您怎么知道？你觉得他那个苏北凤山山上那个笋衣的味道。回来了你，怎么样，兄弟？
还行啊，那个您调那个料啊，差点不够用。哎，你拿的什么呀？嗯，干货。煮汤的。嗯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好。嗯。注意火，这个汤溢出来了，我就加了一瓢水，不然不够慢啊。你们乱加水啊？不是，我看您不都加了吗？我熬了半个小时。我加水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我加水了，你再加水，你那加那不坑人了吗？你也没告诉我您加了之后我不能再加呀，我以为加一瓢水熬半小时就行了。那我总不能没汤了把客人往外赶吧？您喝汤现在都没说什么呀？到了。嗯。这还有这么多呢，多浪费啊！重新熬一锅。啊？不是，那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你好，先生。嗯。今天汤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不错。不错呀，今天还不如更重哎。嗯，还行，味道 OK， 可以。下次让你来啊，喝更重的。啊，今天不收钱了。那我请客，慢慢用。二位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汤了。走吧。老板，我没明白，为什么您能加水，我就不能加水啊？而且，都说这汤挺好的呀。嗯。人家没有说不好。啊。我说了不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别看咱们店小，咱们也有高标准。标准是什么？您倒是告诉我呀！我想学，您又不教我啊！我天天在干，你天天跟着干，这不是教学的过程啊？不是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死心嘛？站住！站住！到了。你昨天跟我说他出去采购东西，今天又跟我说他又采购东西，他一天到晚要采购多少东西啊？老板，你就别逼我了，我真不知道亚楠姐干啥子去了。好，你们就合起伙来糊弄我，你等我逮着他以后再说。喂，哎，今天我可没有时间给你摆龙门阵喽啊。我手头有点子事情，啊，啥子？你确定是民国古书城的馆子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去啊！你千万不要让他走了。
老板，来碗鸭血粉丝汤。没了。啊？没了？这……我知道你们家鸭血粉丝汤好喝，我这大热天是慕名而来啊。你看这口干舌燥的，也没能喝上一口。哎呀，老先生你好，实在是遗憾，今天汤没了，新的汤煮得好一阵子。那我只有感情来了。哎、好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回见，回见啊。好好，老林呢？快过来。哎，帮我看一看啊，正宗民国的老东西。嗯嗯，这是那单独放吗？啊，单独的放啊，必须单独放，啊，一定得单独放啊。老林呐，是这样，你先给我来碗汤，跑了一天了，肚子都提抗议了。这么说呢？啊，今天这个汤出来点什么问题？新的汤煮，你煮的汤会出问题？歧视啊！哎呦，老林啊，你我呀，是同命相连呀，现在的年轻人都靠不住，我闺女啊，今天都要把我给气死了呀！说的好好的去相亲，结果她把我鸽子了，弄得我朋友把我好一顿数落呀！你说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那也许你闺女是有事耽误了，你可好好的跟对方解释一下，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这是啥子嘛？他有啥子事情？天到黑了，不好生待在火锅店头。哎呀，不晓得这儿弄一下，那儿弄一下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父女俩还有点像你。哪里像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把一身的才艺都给埋没了。如今老了，才有一点点时间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他拿什么跟我比？现在这年轻人现在好实在了，没有经历过咱们当年吃的那苦受的那罪，是吧？走个话，越说越生气哟，不得行，我得好生。啊，贼他！我要好生收拾他贼他！怎么着，又要离家出走啊？老林呐，没得办法，没得搞，这个女儿只能啊，总是收拾她一下。我这，喂，啥子？啊，找到了。哎，我马上过去一下啊！终于让我给逮着了，啊！我说你们俩呀，父女俩一天到晚的闹笑话，可不就是在闹笑话吗？啊，对了，那个老林呐，一定要给我放一个好地方，单独，好，拜托，我也走了啊。嗯。哎呀，不要再气老头子了，啊，好吧。天这么热，他年纪大了，不容易。个老子的。去哪儿了？
要不要我送你一下来？爸，你是老子的老汉儿，你做啥子？我今天真有点事儿。你有个屁事啊！啊？肯定是和你那帮小流氓又画那些妖魔鬼怪去了吧？什么妖魔鬼怪呀、啊？我根本就不懂艺术，我不想跟你说。我不懂，你懂。好，所有财产都交给你，自求多福吧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爸，哎，你老板呢？老林啊，我来给你记点账。冉青，哎呦，干嘛呢？哎呀，你开车，这一身酒味儿，我在这熏一熏。怎么？你说有人，你还敢来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有几个人啊，他们喝了酒，我给他们开车，这一身酒味儿，你看弄得我一身都是。怕你弟妹看见了心疼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一辈子啊，就喜欢开车，只要一天不开车，手就痒。可是咱们也不能白开吧？嗯，你得替我保密啊！啊，这不能给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啊，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嗯，走。我邱德高什么人啊？啊，有好事儿总想着你，你看看，看看，又要反弹了啊？哎，人们都是些肥皂牙膏嘛，这你就不懂了啊？保健牙膏，保健肥皂，保你延年益寿，当然。长期使用，真这么神奇啊？你不信啊？要不是咱们俩这种关系，我都不告诉你。嗯，发财了！哎，这好东西啊，就肯定能发财。啊，放你这儿，要谁看上，你就让他们来找我。当然了。你也可以先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再转手卖给他们啊。这里边啊，利润大了。老邱，我听人分，也就是会弄点鸭血汤。那上一回你放的我这那些什么茶叶，行，反正啊，先放你这儿啊。你呢就费点心，真的能发财。好嘞，放心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我今天赶着回来啊，就是想先给你啊结400块钱。哎，也不着急，啊，这什么不急不急？我邱德高什么人啊？说了就得算。那个手机给我，我。没带现金，给你转微信。没微信。你怎么就不能与时俱进呢？啊，要与时俱进。买那个玩意儿。那，哎，我转给小鲁，好吧？真的能发财啊！小鲁。老板专门交代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就你话多。行，没事了，你赶紧忙去。好。哎，亚楠姐，有事给你们老板打电话。
什么？我哪是这么这什么？啊，我走了。晚安。你是心里有气啊，还是不知道什么错在哪里？你听我说，老话说呀，民以食为天，咱们是用别人的天来赚钱，所以一点差错也不能出。一般的时候的确喝不出来多一瓢水的少一瓢水的，但是今天喝不出来多一瓢水，明天那可能就敢加两瓢水，时间久了那兑水的汤那啥玩意儿嘛，那谁还能喝吗？那你也没跟我说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错在我这儿了，我错了。一回嘛，借着把秋叔的钱取出来，明天早上再给我。只能加一瓢水，记住啊！这儿行吗？哪个好看呢？这个，这个，就这个。哎，老头让下。为什么？打镜头了，让下。对。你干啥呢？发啥呆啊？小玉啊，你说这老头到底什么意思呀？这白天骂了我一顿，晚上又告诉我六将第一将，到底是不是教我呀？哎呦，你管他呢，你就是一偷学的，他想不想教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不是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他这股长得忽左忽右的，弄得我七上八下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也就是对你的考验，为了咱俩的发财梦，忍一下吧。我说你就是个财迷啊啊！我也没说我不是财迷啊。你干啥呢？来呀，快点行吗，大哥？你说啥呢？
唱的不对，哪里不对了？节拍错了。我节拍错了。行，那你觉得你行，你来给我们示范一下。我来不到。光说不练，你是假把式吗？老爷们，我跟你说，老先生，是个爷们儿，就是你尿不出，也得撑着尿。对，好。上。那我就撑着尿尿。这个可以用手拍吗？我的乖乖，这是用鼓棒敲的，不是用手打的。我来试试。哎，你来来来来，你让他来，让他来，没什么，来来来，随便他啊，来来来来。七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路上牛羊壮，丰收的庄稼山金坡。我的手鼓纵情唱，跃进的歌声震山河。桃源盛开幸福花，花开千万朵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中泉水里流得家乡眼底河，我的手鼓纵情唱，唱不尽美好新生活。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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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一个小时都不得，憋不住了噻！我是忍不住了，爸，车我给你停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别管了，拜拜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每次都是你跑，这回啊我先跑，让你也尝尝那着急的滋味。喂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，你就乖乖的回家吧，啊。哦，对了，家里大蒜没有了，明早记得买啊，拜拜。你回来，一切都好商量的呀。喂，喂，这怎么？谢老师，见见他们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有事吗？没事。你有什么事找我啊？好。个老子的，小人把撒嘞，撒了一辈子的营。哎呀，这盘儿让鹰切了眼睛。哎呀，这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呀还没有走出这金陵城，人家就先我一步飞走了耶。天，还能有谁呀？你说他怎么这么狠心呀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头上来了，他一个人潇洒快活去了。我看你忘了你出走了多少回啊？那人家出走一回你受不了了，人家是让你尝尝味道。
哇，恐怕是跳不成了呀！先来碗汤。哎呀，喝完汤，我还要给我那个火锅店去开门呢。人与人真不一样啊！你呀，没办法，你看我。我是发愁，你看我。你那儿，你是发愁，你那个店开着怎么办？啊？哎呀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老李，干脆啊，你把我那火锅店管起来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那店你给我管起来算了。哎呦！你吓死我！你吓我！我管你那个火锅店，我是这样，我也就做一碗鸭血汤。你客气。你那火锅店，那是弟妹和你的亲戚，上点心，老伙计，上点心吧。哎呀，要不是这件事情啊，那个店我早就给关掉了呀。老板，钱给您，二、三、400啊，您收好，啊。嗯。林老板。嗯。钱放桌子上了啊！行，走了，葫芦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他现在真是很得意呀。嗯。说什么？啊。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没合适的。没关系，眼下找不到，啊，以后肯定会找到。找不到这个地方呢，还可以找到别的地方，但是有一条你要记住了，一定给我留一个好地方，啊。有我一个地儿，就得有你一个地儿，您放心。老板，泡好的粉丝没了。嗯，啊，那这样就干粉丝，你用温水泡它30分钟。然后你就把这水倒了，再冲它20分钟。啊，嗯，没了就没了。你泡完了，你就拿凉水，泡上它，就可以用了啊。您这是让我弄啊？教我了？没钱，你看我说的做吗？那我去弄了。啊，去吧。他年轻人呢，就是有活力，干什么都有活力。我看你比我们都有活力。可惜哟，一身活力。变活力，哎呀，我现在真的是一肚皮的火，一点儿都不安逸，一点儿都不巴适。走了。嗯。喂，哎呦，你这要是不拿你手扇子嘛？啊，慢点。嗯。老板，来。啊，你看。嗯。这是我今天路过那商业街啊，这家超市要出租，我看挺好，就拍下来给您了。您看看这家房子，我给你拿眼镜，您坐，您拿眼镜。嗯。嗯。对，这儿地方挺大的。
进来呀，没在啊。找房去了？你没事了？哎呀，我这理发店一天来的人一个巴掌都能数得清楚，能有啥事吗？吃了没？我给你做碗汤。你会做了呀？必须会呀。那汤都是现成的，老头走时候为了防我，把调料在碗里都放好了呢。我给破解了，正好让你尝尝我调的。嘿，行啊你，那我就来一碗。 我怎么往那儿一坐，有股李老头的感觉呀！哼，再过几十年呀，可不就你就成了这个老张头，我就成老夏头了吧？我可不想变了，太可怕了吧也！小玉，你说这俩老头年轻的时候得是什么样啊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肯定不是像咱们俩这样。 咱们俩呀，现在叫网络时代的新青年，能跟他们比？尝尝我调的。哎呦，可以啊！我尝尝啊。嗯。怎么样？可以啊！我跟你说，照你这样看看，咱俩离开店不远了，很快就能开了。发家致富啊，你明白吗？ 老板，嗯，老板，嗯，这您多给老张结了500块钱，啊，是吗？啊，这平常亚楠姐比较忙，我就帮忙管管账。我刚才看到这个账啊，那你辛苦了。我老板，这亚楠姐回来，我这账没法交代啊。有什么没法交代？我不就是500块钱的事吗？都是老客户了，啊，不要大惊小怪的。 不会难为你的啊！好，哎，你忙吧，我看也没什么人了。啊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嗯，慢点。哎，哟，您回来了。哎。 您快坐，喝点水吧。嗯。对了，我今天早上给您看那个店铺的照片，您去看了吗？怎么样？我现在那个德兴楼啊，和那儿还真有点像。不是，像就赶紧租下来啊！那地方人流量多大呀？就算多套二房子，日后肯定能赚回来。是啊。 好的吧，好的，我都没敢问租金。为什么呀？这钱是不是现在攒不起呢？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！您说您干这个鸭血店也几十年了，
您平时也不怎么花钱，怎么这点房租您就出不起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的不对啊。我还有好多话都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是吗？啊，说来我听听。那个，那我说了啊。您看啊，现在这个年代，您一碗一碗的卖汤肯定是赚不了钱的。要想赚钱呀，您就得这个做品牌、走流量。您这手艺，那金陵大饭店都能看上，就得把这品牌给打出去，搞个加盟，开连锁店，绝对赚钱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您应该与时俱进。我这辈子，啊，我说我这辈子，哼，今天的汤卖完了吧？卖完了呀。我没兑水啊，然后卖完之后再来人，我都给轰出去。来客人没汤了，好好说怎么弄？不是，你看，我兑水留客，您说我昧良心，这个汤没了，我把客人轰走，您又说我不留客。嗯，那您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我太疯了，什么？我没说啊，我没觉得苛刻。没事，到了吧？啊，都到了，收拾利落了。嗯，您是不是要熬汤了？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呀呀！啊？怎么了？回来，小姐，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哦。嗯。您确定没事儿？没事。注意点安全啊！那我走了。嗯。君问云起航，
是相千年万年之外，天涯沧海，每朵浪花都一样澎湃。雨已经白，星光和海鸥一样自在，乘风之浪奔向无尽的未来。海风追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更坚强。全流回尘埃，飓风掀起每一双手铸就的辉煌，那是光荣与梦的交响。海风吹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更坚强。飓风掀起浪，每一双手铸就的辉煌，那是光荣与梦的交响。爱情里